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 Slay the Spire， 接下来继续挑战猎手的旅程，慢慢的挑战吧。升级一张牌，三场战斗敌人将只有一点生命，实现了。有没有办法三场战斗刚好是遇到精英怪呢？这个有机会，哈哈。然后要怎么走？好吧，那就试试看这有没有办法真的遇到精英怪吧。完全是靠运气的感觉。如果这个是怪物的话，就很不凑巧。攻击，先拿个。隔挡，在卖东西，两成虚弱，子弹时间没有钱，斗篷与匕首，这个也没有钱，只能买这个，给予两成虚弱，没什么特别的。前进，第二只。无尽痛苦，飞膝，六点格挡，小刀，可是他有格挡哎，很容易受到格挡引诱，看到格挡就很想要买。中毒，然后买个隔挡药水。放手吧，只有一滴血。太好了。太好了，感谢随机一瓶药水，拿这个好了。接下来是先引火还是先打怪的差异，所以我先打怪好了。他没有要打我，我就打他吧。毕竟它会增加攻击力嘛。十点伤害，六点格挡，攻击。接下来下一回合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接下来偏折，走个萤火。升级一下，这样就不会有消耗了。两张小牌，小刀，这样好了，不然要消耗有点浪费。这是什么？冻结之眼，观看出牌堆时会按照顺序排列。遇到怪物了。按顺序排列是这样吗？所以是这样子过来吗？是这样吗？先丢它，然后随机药水，隔挡，致命，隔挡，中毒。先一点伤害，先这样好了。没有多少钱，竟然没有多少钱。
七点，小刀攻击偏折，好像用不到。攻击攻击攻击，喝一罐这个。接下来解决，想偷我的钱，要用铁蒺藜，再去萤火锻造5点，6点，两张小刀。中和给予一层虚弱，铁蒺藜中和升级一下好了。再来59块要去商店吗？商店有什么可以买的吗？4点格挡，好多偏折，这样偏折好像太多了，先这样好了，存个钱。移除一张牌，失去7点生命。有想要移除的牌吗？暂时还没有哎，先这样好了。先中和他，格挡，6点伤害。这样子。刚刚可以把它解决掉，再来打他，格挡，格挡打他，变质药水，又拿到一罐药水了，独门技术，一直在拿偏折的感觉。接下来升级这个好了，又是这一只，最近很常见。先这样。先攻击，顺便喝一下这个。六六三十六，尽量喝一下吧。格挡格挡，中毒，炼制药水，虚弱，再虚弱，三二得六。刚好全部用掉了，现在是以被动的状态，好像都是防御牌。再中和他，小刀牌，攻击牌，生存。5-2得10，偏折，中毒，这样子，这样子，现在都只能靠了奇怪的格挡反伤的做法，有毒，偏折，打击。6-30，把这个丢掉。格挡偏折，格挡。噔噔噔噔噔噔，灼伤又出现，越来越多个了。综合攻击，把它都用一下吧。灼伤出现了，
毒药，格挡格挡。越来越痛了，把灼伤拿掉，边折。快获胜了，快获胜了，虚弱，打击，获胜。有什么牌呢？荼毒，炼制药水。荼毒，荼毒。哦，蜥蚁巴出现了，可是，蜥蚁巴先好了。至少可以免死一次，免死啊，很重要。走这边，决定了，走这边，虽然都是问号，好像还是这里好了。要打他的话，铁蒺藜，然后五二得十。偏折九点，然后隔挡起来，先都隔挡起来好了，反正他会自己打我嘛，他们自己打我的，不是我，跟我无关，跟我无关啊。十二三点。刚好可以把一只解决掉，三点伤害，可是他伤害，有点麻烦。这样子好了，这样子算比较少伤害了，降低。这样就可以把格挡挡下来，结束。然后切割拿一下好了，这里去这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吗？没有我想要的，有这个深谋远虑，出两张牌。拿这个好了，离开，前进，问号牌，噬咬牌没兴趣，凶手，赌五十金币，观战，赌赢了，我有钱了，接下来是麻烦的家伙。现在喝没有用，喝一下这个好了，再丢它，你下一回合再丢好了，挣扎吧，他没有要攻击我，那我就攻击他。力量上升了，丢他，七点格挡，现在犹豫的是用药水还是这样子好了。荼毒可能需要喝一瓶药水了，然后八点隔挡，十八点，八点隔挡，小刀攻击他，十八点。
是时候喝，不然就没时间了。怕以后没有机会喝就好笑了。18点伤害，8点。这样子，这样子再攻击他，剩5点。切割，尖笑，没有什么好用的吗？锻造一下，要提升什么呢？荼毒还是把荼毒动一下好了。2点能量实在消耗有点大。花，花朵，7321。有什么药水？第一个好奇的就是药水。然后现在要做的是隔挡的部分，6点隔挡，小刀牌，灵动步伐，综合防御，防御，给他毒，打他，接下来隔挡，隔挡，隔挡，攻击，攻击，哦，还好，差点，差一点就活不下来了。再来，有什么可以升级的吗？把灵动步伐升级一下好了。接下来两边走，巫毒娃娃，有诅咒牌，移除一张。哦，升级所有打击。接下来是什么？给予敌人中毒状态，给予额外一层中毒。接下来走这边，又是你们。有什么药水？力量的药水。接下来要用什么呢？虚弱他。切割，打击，打击，伤害变高了，荼毒，铁蒺藜，8点隔挡，4点隔挡。有点麻烦。挑战先机，防御偏折，打击，灵动步伐，攻击，攻击，有种回血回不完的感觉。7点隔挡，小刀，攻击，攻击。哎，啊，没有算好。没有算好，呵呵。这样应该可以把它解决掉了吧。至少解决一只了。接下来防御，荼毒还是攻击呢？这样好了，
中隔隔挡隔挡切割打击。再给他读隔挡抢占先机隔挡结束。偏折。走这边。来 JX 三点生命获得两点力量，好像他奇怪的东西。拾起时选择一张攻击牌，在每场战斗开始时，这张牌会出现在手中。最大生命提升时，在问号不会遇到普通敌人。这个应该不错吧？然后。还有什么好用的吗？好像没有了。回个血的，回血的，前进，休息。出现了 BOSS， 先人工制品。喝下去，再来生药水，等一下再决定。先这样子。爪牙出现了，攻击力好高。铁吉利，斗篷与匕首，偏折，打击，小刀。生存，然后喝个水。炼制药水，隔挡药水，毒毒，防御，724喝下，11点。接下来打他，九点隔挡，打他，给他毒，再隔挡，你是我的了。状态出现了，只抵消了一个状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总共30点伤害吗？然后11点伤害结束他，给他毒，攻击他。斗篷与匕首攻击隔挡，又出现了爪牙，一直有爪牙，有点麻烦。有点麻烦。先把一只解决掉吧，然后这个21点伤害，7点伤害，11点隔挡。打击，24点，中和，致命毒药，斗篷与匕首，攻击，攻击。
努力的增加它的毒性综合格挡格挡格挡再打毒药送你切割攻击结束好险好险好险接下来是什么有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复制会复制牌的肾上腺素这个是什么五张牌所有打击和防御牌选择五张牌加入你的牌组我需要我有一张会出小刀的牌可是算了抽一张牌丢一张牌获得八点格挡逃脱计划没有怎么都没有什么怎么都没有使用毒的牌呢都没有使用毒的牌这一回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其实要叫我用小刀吗他暗示我要用小刀牌才对吗走这边要先遇到三个敌人一样都要 遇到很多敌人那就走这边吧接下来灵动步伐肾上腺素抢占先机翻滚先挡下来先挡下来十三点荼毒后空翻铁蒺藜荼毒偏折防御攻击防御接下来伤害一再上升了先综合它获得能量抽两张牌药水偏折切割防御格挡要努力活下来了他伤害越来越高了糟糕格挡小刀攻击偏折攻击受到一点伤害了下一回合这回合只要打掉它就可以了结束无尽痛苦这个也来一张好了现在有点没有毒牌所以不知道要选什么一直在乱选的感觉来瓶药吧抽牌荼毒怎么都是防御牌呢这个情况又变了怎么全都在攻击我无尽痛苦偏折无尽痛苦切割
可挡。大家都很故意，这样子，这样子，中毒，格挡。灵动步伐，拼折，防御20点，9点伤害。接下来解决它，然后用这个重生中，两只重生中，怎么都是隔挡牌呢？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需要攻击牌，我需要攻击牌，攻击的牌在哪里？先把它虚弱一下。9点格挡，再小刀。接下来防御，622。再来一，打他，打他，格挡，格挡，格挡，又解决一只，重生中，不能这样一直无限重生啊，打不完，无限的重生。这样子跟他对决多久呢？解决一只，抢占先机，重生中，荼毒，后空翻，都是防御牌。还好，可是我刚好像做了什么奇怪的蠢事的感觉，好像吧，算了，假装不知道。首先一开始，不容易解决的家伙，先把这个拿掉。然后获得能量，抽两张牌。这个先丢它好了。这个家伙有办法先解决掉吗？等下把它的状态弄掉。攻击牌打他，攻击的牌。接下来，铁吉犁后空翻，铁吉犁，再把他的毒解掉。不是毒，防御解掉。攻击的话就用攻击打他。逃脱计划，切割，闪躲翻滚，
灵动步伐。糟糕，都是攻击的牌。荼毒。接下来要荼毒防御攻击防御苦痛综合它格挡苦痛苦痛打击攻击至少解决他了之后就是要跟他比谁的防御谁能撑比较久这样就可以打他了只要防御够高就可以打他防御够高就打他大概是这样下一回合他就结束了所以也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好背刺这次真的是没有什么毒的牌恢复所有生命失去九最大生命这是很大的抉择接下来怎么都没有毒的牌呢这一次本场战斗中升级你的所有牌哦这个好像很强买下好了继续前进吧掉下去了失去打击失去所有金币获得遗物给予所有敌人一层虚弱接下来挥个血然后走这边好了草莓最大生命值锻造神话牌升级接下来前进这个血很多的家伙先把这个拿起来接下来增加两点力量再看有什么药水隔挡药水攻击隔挡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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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挡脆弱这个一二综合它两点伤害应该还好这个偏折偏折打击后空翻荼毒带毒攻击切割小刀偏折防御8324神话出两张牌毒药这样子再这样子再这样子后空翻做两张牌抢占先机切割小刀两张小刀偏折没有用到了没有使用到偏折八点格挡44点伤害44点伤害虚弱他
八四三十二三十二点伤害，九点格挡，再格挡。接下来带毒，喝个一罐好了。结束，催化剂，引火，锻造。逃脱计划。致命毒药，斗篷与匕首，好难选择哦。这个好了，这个好了，不对，这个好了。二十块可以做什么？二十块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拜拜，不想打，再锻造。出一张牌，还是这个呢？好犹豫哦。六成中毒，肾上腺素，逃脱计划。接下来，哦，怎么会遇到他？再生奇。没打，还没有觉醒。觉醒者，有点糟糕，竟然会遇到他。能力牌，造成麻烦的能力牌。切割15点伤害，用一下。再把它解决掉。真是不好解决的家伙。偏折，哎呀，糟糕了！偏折，偏折，格挡，先这样子，一直回血，有点麻烦。偏折。盾牌与小刀，啊，总觉得遇到他我就打不赢了，真是奇怪的情况。14滴血，毒有五层、九层。喝个药水，怎么那么麻烦？综合36点。剩9滴血了，
刻16点。毒药26点。这样子好了。后空翻48 943611点格挡9点格挡943631点真是麻烦的家伙，怎么会遇到他呢？攻击，切割，切割，攻击，切割。催化剂，斗篷与匕首，格挡，格挡。防御攻击他之后还会再觉醒，所以有点难打。逃脱计划没有中，后空翻切割19点22点偏折闪躲翻滚偏折偏折变身麻烦的家伙。真的很麻烦。能挡下来吗？6点伤害。36点伤害。血了，为什么很不巧的都遇到他呢？36点，小刀小刀，打他！剩2滴血，24点伤害，催化剂。24点，打他，格挡，3倍，先这样吧。接下来又要努力，9点格挡，9点格挡，翻滚，格挡，打他，打他。有机会，有机会，只要活下来就好。虚弱他36点，9点格挡。接下来，会是我先赢吧？应该是我先赢吧。耶、！终于，他好难打，扑通扑通扑通，终于连他也闯过了。这个房间里弥漫着脉动的恐惧，这就是高塔的心脏吗？这一切邪恶的源头。你握住你的匕首，攻击，你造成517点伤害，心脏扭动并流下了血，但最后
却依然在跳动。难道连你最强的攻击也还是不够吗？你自问，我之前曾来过这里吗？你觉得自己对心脏总共造成过1011点伤害，所有的挑战心脏的人总共对他造成24137085500点伤害，太难念了。心跳声越来越响，你的意识逐渐消散，终于到达，连他也到达了，太开心了。又是一次，这个之前看过了，所以就跳过吧。OK，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